也许有一天，我说也许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对英雄联盟电子竞技失去了信心，因为韩国的宰制在今日为止都还在持续，但我觉得不是今天。而且，也许有一天，这些我们所热爱的选手，他们没有办法再坚持在舞台上了。也不是今天，有可能是最后一波的会战，秘密靠大决进去，阿杜和 Boss 的人在奋战。这一个 Cloudtempla 出来带大决，可是胜真的很硬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秘密先要把龙女削倒，龙女被削倒，接着是杰西也倒下了，稳健的打掉珠宝双塔之一，十二被赖不倒下，杰西了。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，你相信了自己，并且赢得了胜利，这就是成为英雄的道路。我们是冠军，你赢了，你赢三个冠军点，剑气纵横三万里，一剑光寒十九州。三剑，这场了，这场了，大黄金勇，这波有大招，但是他已经没有技能了，杀杀杀杀杀，再次，再次。先打前排，先打前排，白牌跑不掉了。我闪电，闪电，天神降临了呀！开个屏 ，S 八的恶魔降临 ，S 九的天使降临。这一波特杀，天使恶魔集于一个人的身上，大龙拿下来 ，ID 要翻了。一半天使，一半恶魔，结束了。还有十秒，三条进来，三条，一天还有十秒在说话。我们是冠军，冠军中的冠军，男子的冠军，捧杯吧，爱心，拿起那个属于你们的冠军，我们是冠军。小田，小田，不要哭泣，马踏连营，一骑当千，你是人间四月天，干嘛呀？保龄球杨博子，这里面是一个三段大招，能够保护一下漂亮博子的队友。而且阿皮没比出阿皮没闪了，他跑不掉了。阿皮没有队友，这个伊森很无助啊。阿皮倒了，小杰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先。他这个小杰胆子太大了，别打打打打打打，别玩了，三比零，放了，我们。世界第一赛季，就像海报里说的，我来，我见，我征服。